2017年冬天，北京最冷的时候。北京大学燕京学堂、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学子们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村，用旧工厂改建成的蒲公英中学。和其他传统农民工子弟学校完全依赖外界捐款，只强调读书回报社会的严肃单一的理念相比，蒲公英中学自信、乐群、求真、创造的校训，让这里的孩子真正自发地享受学习的快乐，产生一种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心愿。大家好，我是蒲公英中学八年级的一名学生，我叫郑宏磊，我来自山东，我的爸妈是工人，然后我来北京，从小到现在有13年了。大家好，我是来自蒲公英中学八年级三班的卢西佳。我来自河南省，我在北京已经待了8年了。我的爸爸呢是在新发地的开车的拉货的一个，然后我妈妈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她是不干活，就在家里照顾我们。就像你在任何励志故事里都能看到的情节一样，尽管这里的孩子们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各种有趣的课程活动却滋养着他们的心。我最喜欢的活动是有很多，学校的艺术节、科学节，还有兴趣小组。这一切与老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从刚开始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觉得学生比较朴实，比较淳朴。随着9年的时间吧过去了，我仍然觉得我们的孩子还是非常淳朴的，非常天真的。觉得能在学校这样与孩子这种天真无邪呀，这种纯真浪漫的这种在一起，能够让我很快乐的在这里工作。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不是兼职，而是就是在这很快乐在工作。你们好，我是黄天健，我来自英国，我在英国也是老师，所以我很高兴认识你们。学校每年都会有很多国内外高校的学生来当志愿者，对此郑宏校长说，他们的经历会带给我们的孩子不同的视野和对人生的态度。之前来到学校的一些志愿者，他们都很乐观，很开朗，很开放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同学来说，都是知道什么就会教给我们什么。尽管在蒲公英学习生活的3年，让原本文化基础普遍薄弱的孩子们在中考中有质的飞跃，但是这里的学生随父母流动，因户籍原因并不能在父母务工城市读公立高中，最终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的不多。即便如此，学校为大部分学生的未来做了考量，对接了一些职业高中，同时也为学业佼佼者提供了去国外知名高等学府读书的机会。学生们做适合他们的事情就可以了，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自己觉得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
能够成长就好。校长如是说。也许每一个慈善学校都没法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光芒万丈的未来，但是好在有希望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九月，蒲公英中学的师生们终于可以搬进崭新的校舍。各个部门的批准，啊。然后验收完了以后，我们正式的搬九月份，今年九月份，对，今年的九月份就会搬到这里面来了。Wow. September they will start here. This September. 对。然而，新的硬件条件带来的是更大的资金压力。蒲公英中学的创始人们想到的方法是发展社会企业，将学生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制作成商品对外销售。这样的做法既是对传统公益学校筹款方式的创新，也是对学生们才华的肯定与欣赏。一个小时基本完成是给他多少钱，然后达到要求是给他多少钱，高质量完成是给他多少钱，理解。然后这是实施的流程。哦，就比如他们想赚一点，对对对，外快，对，这些。那郑老师，我觉得这个这份资料你可以发给我吗？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有学生参与。我们要给本来毫无希望的孩子播撒希望的种子，构建他们人生的意义，还要培养他们幸福的品格。Such wonderful school, we can do, we surely we need to do more, we better do more. 就是从小学开始，我就是一直想当一个作家。我认为当作家呢，他可以把那个世间万态都可以展现给人们，让人们从一件事的不同角度出发，然后去发现各种美。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